这是 Enclave 的一个 2B2B 1609。首先进门，这边是电表箱，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这边的走廊阳光非常的好，而且景色也很好。首先我们先看一下，这边是一个外面的洗手间，空间非常大，而且非常干净。然后这边是他的次卧，次卧阳光非常好。这边有一个衣柜，我看一下次卧，整个空间挺大的。然后这是主卧，主卧首先进门左手边是他的衣柜，然后是洗烘干机。这边是主卧的洗手间，这边有一个储物的架子，然后主卧这边阳光也很好，空间非常大，而且这边完全没有衣柜的阻挡，所以整个空间利用效率是非常高的。我们再出来可以看到，这边外面洗手间的边上还有一个小型的衣柜，非常棒，储物空间很多。那我们可以看这边是一整个走廊，风景非常的好，阳光非常的棒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客厅了，客厅的面积非常大，而且三面全部都是落地窗，非常棒的一个客厅的户型。然后这边过来是它的厨房。还有洗碗机，然后烤箱、微波炉、冰箱。你们再看一下，超级棒的 view， 全部都是落地窗。